是阿官，今天很欢喜在我们理控理事总统前来邀请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市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市长你好。阿官你好。好，市长，今天我邀请你来喝茶开讲讲是非，不是讲是非，讲心里话。你喝一下这茶不错，喝茶喝茶啦哈。这两天有一个很趣味的新闻，我要跟你请教哈，因为这几天我们都一直在说联合政府，联合政府。赵少康也说，不只是联合政府，未来你如果选赢，可能包括行政院的人事，甚至行政院院长，都可以招柯文哲跟郭台铭，我们来参详来讨论嘛。但是柯文哲马上就回应，他说什么？他说，我让人骗一个礼拜，不能让人骗一个礼拜。他说，我这世人最讨厌的人就是朱立伦，意思就是他让他骗过了。伊冇讲到你，伊讲吼有人，迄、那个有人一定是你啦吼。伊讲有人伫公开场合念简讯，所以吼，恁两个扩大拢用了啊吼。啊，你听到伊安尼讲，敢咪受气，敢咪不欢喜？袂啦，我是感觉安尼讲啦，讲吼，因为第一个阶段蓝白河吼都无成功嘛。对。啊，无成功当然真侪原因啦。啊，其实这边已经过啊啦。不管原因安怎，迄过去的代志就是过去啊嘛。翻篇了，翻篇了。但是我相信我家己吼，对头到尾讲的拢算话，我都唔免讲的无算话啦。啊，讲要做什么动作，我嘛拢来问人意见。啊，官人，我这个话当讲未？啊，你讲会使，我就讲嘛，哈，是不是呢？咱做人爱讲尊重嘛，所以我拢做尊重别人。所以，迄个已经不过啊。啊，即卖上重要就是讲，咱面对后边嘛。因为即马大概足侪人吼，拢期待政党轮替嘛。因为民进党做足侪代志，其实民众是看袂落啦。所以要完成政党轮替，才能够达到我们当时的要讲的迄个理想跟目标嘛。当时咱有讲一点嘛，讲咱来组联合政府嘛。但联合政府它有钱有责嘛，啊，这联合政府要哪做？啊，大家拢有一个目标嘛，尤其我出来选举嘛，一个目标。我虽然选举除了为国家要服务，打这个卖战争需要和平的责任以外，各国家安全，上重要是要哪个国家治理较好嘛。啊，我这人选举就是希望讲卖分利寡寡，卖分族群，卖分党派，咱大家好好啊，用人才来各个的国家来团结，只有团结国家才会进步嘛。所以我这个对头到位，我是做警察出身的个性，你对人好人，咱就讲照顾好；歹人也乖嘛，是非分得清楚嘛。我新北市的团队，我嘛唔捌问过伊什么党、什么党。我讲你对服务嘛，唔捌问伊什么党、什么党，我都唔捌问嘛。做代志，所以我今日作对大家讲，既然咱当时都有这个想法，啊，咱未来咱用政党轮替，选票集中，吼，来完成政党轮替。当然，选票集中，以即卖看法是讲，哎，好有伊。赵少康是在亚即种上强的力量嘛，哎，啊，你即上强的力量，咱就集合选票嘛，集合选票，他袂浪费咱这种选票。咱的第三波民主改革的运动，都是希望有一个和平尊严，是啊，公平正义啊，青年行政的政府嘛。咱既然进入选票，要往这个方向来达成目标。当然，我也招不要有一人之私啊，一党之私，大家哈，只要有志一同。而让当扮演过来，即个大家斗阵拍拼，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嘛。啊，包括郭台铭也好啦，包括柯文哲也好啦，即中间足侪理念上咱共款嘛。用联合内阁，啊，柯文哲理念上我共款。啊，郭台铭伊讲伊叫做和平两岸嘛，啊，上我理念共款。所以理念共款嘞，啊，尤其这两个拢是台湾目前讲起来对台湾贡献。嘛是真有力量的一股力量嘛，咱去斗阵，咱斗阵啊，甲这台湾诶未来国家带来方向带好，甲治理好，啊，这毋是咱该做的代志吗？你是安尼想啦吼，你对我讲，咱票爱集中嘛，对。但是柯文哲毋是安尼想，伊讲吼，你那是操作气爆，操作气爆，甚至呢，伊阁讲。赵少康讲这个话是失格啦，失格啦！啊，你安怎看？啊，我袂去操作这个气泡，因为台湾人民嘛，不需要用气泡去想啦。台湾人民真有智慧啦，选举选这么多年啊，吼，当然真看真清楚啦。啊，选民变啊一种因自由判断嘛，吼。啊，当然，即马目前看是在野上强，就是好康配嘛。啊，票卖浪费掉，啊，无菜啦。
啊，无咱要完成咱第三波的民主改革。所以人以前蒋渭水讲过一句话嘛，是同胞是团结，团结真有力，啊，真有力，啊，真有力，啊，这力都爱靠咱的选民迄张选票的力，叫我的改变台湾，台湾叫我的再出发嘛。好，啊，另外这两天嘛，有一件代志，大家在讨论就是高端的录音带，哈，啊，这录音带出来了有三段，我有听过，其中有一段讲到讲，这个高端哈，政府讲哈700块啦，啊，咱也去讲哈，超过700块，咱党主席大家分分的哈，这是在党主席内面的一段录音带。另外呢，有一段录音带是讲，咱这个哈，医生讲咱这个数字未歹，哈，咱一定特动的。一路开青灯，一路开绿灯了哈。这录音带曝光了大家讨论真多，所以我要请教第一点，你有研究过无？这录音带是真还是假？另外，录音带的内容，你的看法是安怎？安尼讲啊，因为大家对民进党很多的质疑，其中上重要第一个是高端，你想要甲封存嘛？啊，这个真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把它封存？所以赖清德讲，我会当甲拍开啊。啊，要拍开嘛，啊，已经讲第七天啊嘛。啊，对，12月30搞几嘛嘛，啊，今仔初五啊嘛。初五。啊，第七天啊嘛，第七天搞嘛无嘛，啊，也无开打开嘛哈，啊，无人就讲提出这个高端的录音带出来嘛哈。啊，高端的录音带真跟伪，啊，伊人讲要搞书馆去看嘛哈，啊，大家有在讨论嘛。啊，据我侧面了解，高端。因内底来讲，这是真的啦，哈！啊，到底是伊是无好人啦，伊是讲，咱来查看麦是像泄密，但结果听起来那全是真的嘛，啊，无那也查泄密。啊，这不是重点尔啦，因为当年大家咧质疑高端一堆问题嘛。嗯。第一个问题是要2022到2024，但这疫苗较严重的时阵，哈，鼓励大家去拍高端，啊，这是大家在咧看，啊，结果拍拍开讲无效嘛，哈，好，啊，再回头过来问嘛，吼，迄个我们就公布，啊，咱会问伊讲，是啊，啊，高端的这个时间，嘿，讲当时要过，就要过，卫福部都讲开绿灯，表示讲高端都知讲已经稳过嘛，嘿，高端的介绍，哎。卫福部无讲，哎，高端那边就知影介绍。第三，啊，谁要问的嘛？伊咪要问的，啊，谁的股票，迄个时机点咻一下起来，咻一下落来，啊，各种差的一寡内线交易，啊，感觉安尼尔呢？但是咱赖清德有讲啊，60几件拢查过，拢无代志。哎呀，今日讲查过拢无代志，伊咪咪个问啊啦，你封存30亿问题伫对嘛？第四，你会记，咱拢爱去想着以前，迄是安怎咧拍 ？EUA 第二期，对啊，迄是安怎写的，对不？嗯，啊，过来，你有人体试验无？你有人体测试无？无嘛，爱阵就无人体测试，大量的测试，所以东西讲符合国际科学标准嘛，搞尾去用打脸嘛，因为搞尾足侪人爱补拍，佮走去日本补拍嘛。嗯，你敢袂记啊？你一个咧？你一个，我记得算袂歹啦。一个 EUA 吼，要紧急授权吼，是爱直播公开互看哦。啊，你到即下无公开录影带，也无公开会议记录，你怎卡唔起来嘛？伊讲后礼拜好，我要开啦吼，啊，来开嘛，顶出来看嘛，大家顶出来看嘛。啊，我上去来讲，民众咧问，偌清地的时阵，讲60几间查过，完全无代志。意思讲，阮主事有我嘛，我来嘛哈，好嘛，啊无你拍开嘛。有诶代志是安尼讲啦，今仔人也问我讲，啊高端有代志无代志，啊我一定安尼讲，咱好啊，甲查清楚，人民有问题，我就查清楚，还给人民一个真相嘛。你再讲，姐，你大学问你讲，你贪污是有哪一件啊？怎么样？人家讲很多件，你说哪一件？哪一件？哪一件？你不可以这样问嘛。这底重要职位人，你应该。困下来，含咱人民徛到底。你唔咧问你，那就别个咧开讲。你问我，何友宜，你无引导哦。啊，我系问讲，我讲你做引导诶，你唔能搞乌龙。啊，引导你，引导你会讲，唔讲。我系问你讲，啊，我引导吼，是啥物所在引导？啊，我无引导，所以你甲我讲者，我改进。
吼、哦，啊嘛是爱客气嘛。我讲我无缘投诉，你甲改进，你好意嘛，要甲我提醒。人好意甲你提问，啊，你来好意甲回答讲，啊，恁我若唔对，我会来调整，啊，看对件，我过来查查较清楚，吼、哦。啊，遐侪件，你即嘛讲，迄几件，我搁转来看，要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咱甲办了清楚。好、哦，啊来，给大家搁一个交代。做人第一爱讲尊重，第二爱讲客气，第三爱先检讨咱家己嘛。执政的人不能以傲慢的心态看家己嘛。我一世人，我按咱人民念到底，逐工拢伫第一线。伊要爱问啥，咱拢爱，莫讲随个听伊个，听咱安怎甲解决？这心态的问题，太多问题啦。太多问题啦，太多问题啦。你拄好讲着办案吼。真侪民众唔盲讲，那是你也当上任，也当带咱拼治安哈。治安是大家对你真端唔盲嘛，所以咱来讲治安哈。在你请假这段时间呢，新北市发生各种学生囡仔挂阿妈棍的命案，这个命案引起真侪讨论哈。有人讲这个责任是因为你在请假，哈，有人讲这是中央责任，嘛有人讲这是地方的责任，你安怎看？我讲啊，这个社会事件发生了哈。我们要去重新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个案，这也不叫个案，这个案的背后代表是什么意义嘛？咱来去思考。对啊，咱一个代志出事，出发生代志，我拢未去讲讲啊，上个责任，我的责任，你的责任，我甲伊讲共同社会，尤其安全网是共同大家小社会爱去面对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国中生，伫好好向台死，这个问题会在哪里？我从来永远不会去推卸责任的，对吧？我们要体谅、了解国中生之死，所以我伫第一时间，我就拼去病院，去甲咧国中生，伊迄阵也袂过往诶。我伫边个健康边啊，我伫甲鼓励加油，你会顶会过，你一定会过，爸爸妈妈拢在等你。你去看伊时阵，伊也袂过往，伊已经伫加护病房。哦，伊伫加护病房。啊，伫咧急救吼，很难的，已经因为送去的时候恶卡嘛，恶卡。是足危险的，已经足危险嘛。我伫拍个行旁边，我伫甲讲，我去伊甲帮伊甲杀光，我希望伊有感觉嘛。其实那时候意识，他意识已经大概没有什么。一天就可能的哈。我讲，哎，看你做唔甘，嘿，目睭都已经，讲真，有瞳孔有一点点，我看过，因为我嘛办啊，一直甲过咧，看很多伊有年少吼体力壮，看有迄个机会未？啊，你甲帮，一直甲帮，一直甲笑，一直甲笑，我看伊当紧张了，我加油，加油，爸爸妈妈等你。爸爸妈妈在等老师吼，就唔甘的，你是一个真好的学生。但是，唉，这人生就是安尼。但是出来时，我阿妹邱院长一直研究，有啥物去考方法，大家这囡仔上当来。我看家属爸爸吼，下面老师莫做伙，莫好。你跟莫做伙好？唔是，我下面莫做伙好，家属含老师莫好。我是。一定要甲老师安慰啦，我的老师讲，老师很自责吧？对。啊，代志发生啊，苛责谁都没有意义啊，老师也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嘛。嗯。啊，今仔我嘛一直咧甲因家属安慰，因爸爸妈妈咧我咧哭哭哭，啊，我讲，搞不好佫出来讲后面又有几个刀痕啦哈。嗯。因爸爸听到，对心肝。这一个囡仔，我在想你迄时阵心情嘛是真艰苦啦，因为看到别人囡仔安尼，佫想着家己囡仔。伊个囡仔含我个囡仔，毋是拢同款。新北市个囡仔毋是我个囡仔。啊，你会想着你后生无？我真是无想着我后生，但是我想着讲吼，黑白华人送黑华人，迄叫做痛彻心扉，柔肠寸断。所以我对政府一直咧呼吁一项代志，咱来。法律来讲，咱不是要把加害者的保护，保护啊无微不至，把加害者人权无限扩大。咱来反而回头去想讲，咱对一个病者，咱来给他照顾较周全的。我有当下看政府的医生在编啦，编了加害者的医生哈，超过几啊十倍哈，比编了比害者。我讲吼，咱政府爱思考一个代志。我是治安人员就是，我抓过很多的死刑犯，也很多的无期重刑犯。我一条命，病人就讲，我会当活嘞，是天吼，我有一顿饭，我有一顿饭通食。我今仔日真感恩，真幸福，是因为我这个气口搁伫遮含，一日只只说暗暗关来开工，搁有这个所在呼吸新鲜空气，搁有这个所在做到市顶搁咧病状况，我真感恩，这是人民拢活的嘛。
这个感恩我一直讲，我是治安人员出身的，我一定爱保护好人，保护较好。所以我现在讲，我很坚决主张我反废死，这我有太多的啦。我唔是看到这個国中知识，才是反废死，对头到尾作奸犯科、狡诈之徒哈。真的，他真的有诚心悔改吗？而咱台湾咱的法律，法律拢行完啊，程序完备啊，是安尼民进党政府，你一直拢不爱执行死刑，你甲坑嘞，坑嘞，佮讲讲一个，我最不能谅解的，讲你佮坑一条用一个执行死刑的行政规则，转啊，卡掉嘞，去叫人去视线，这个人视线视完，佮扒一个嘴巴讲。啊，这个你该几名爱几名，这项事件什么啊关系？对，所以对2020一定这个规则都是实质废死啦，都无爱几名死刑啊啦，所以真的无执行死刑。这对被害者跟被害者的家属情何以堪？包括今年讲啊，王心怡议员，我写一张批，写一张批，包括这国中生因爸爸，我出来讲不要废死。这王心怡一下就批，伊讲怎样讲，因爸、因母啊，才做一夜白头，伊内心痛苦到极嘛，要藏伫心内。我的前几天前段时间，我办了以前有一个案子叫杀警夺枪案，第十几案件。杀警夺枪案，十几岁的。嘿，已经这么多年啊，啊判死刑啊，这么久啊，一个关在内面。啊，以前讲抢钱，哎，无完无是讲抢钱，要去抢银行嘞，总共刣死，一个当枪，一个死去。搞这个管理内底，因老爸都无安尼讲啊。国家没有还我一个公平正义。我们用纳税人的钱在养这些人，我的公平正义，我夜夜哭泣，谁还我一个公道？咱这个政府面对这个代志，太多爱清楚，这个物件是巨大的物件，价值的东西。我给他的对头高位，我就是反对废死，哈，阿都叫国叫不行。但是我问过。偌清德，吼、哦，我问伊，因为伊个副总统是支持废死的，啊，蔡英文总统嘛支持废死的，你拢支持废死的，啊，今天问偌清德，严肃的议题，你到底是支持废死还是反废死？搞这样嘛，无我一个大人，那我那边问伊时，伊掉头就说，我爱插人嘛，你袂使呢，你要好好想，未来你也想要做总统的人。这个议题你无多想啦，所以这个议题无就啊想去的，我咧去啥你敢知？你去啥？迄舆论咧讨论的时阵，伊煞讲一句话啦：中国界限啊，被害者都听个，你敢讲合作中国界限在被害者家属身上在撒伤口？当代志还没意见，无赶快的中国界限，可敢抹红？我光听到我那害头，啊，这个人就惨啊，这个人就无血无目屎啊，讲好做中国界限。但是现在面对现实啦，哈，就是讲法律摆在遐，确实伊就是会当释宪，伊就是会当用非常上诉，会当释宪，会当用非常上诉嘛，哈。啊，伊乃是用非常上诉，还是用释宪，伊就一直拖时间就无爱执行嘛。那个拍了嘞，释宪拍了啦嘞。对，我意思是讲，拍了现在不爱执行。人虽然讲，这都唔是安尼啊，你得照你的规定执行嘛，你得创造一个空间，给他一个规则，可以不断的你来你去，你来你去，你都不会走嘛。要安怎处理这个代志？我就是，我是。你讲有法度执行？一定有法度执行，程序完备以后，嘿，该怎样做程序完备啊？哈，你该做拢做完了哈。迄个行政规则拍写，迄是你内部给你定的啊，法律无定这啊，你就用安尼来达成。实质会死嘛？去掉，我跟你讲真的，唔是安尼，照这么现有的法令安尼规定，啊，你来讲要会死可以啊？大家来重新来定新的法令，看大家同意无啊？八成的民意无支持嘛，哦，无支持会死嘛？啊，你来讲大家要过来定，啊，民进党什么党派拢会当来去，来你要修改法令无啊？啊！修改法律讲会当废死，啊就不会讲。啊，即马都唔是啊，即马都死刑放伫遐，你啥也无爱执行。三十几个呢，三十八个无爱执行，你放伫遐嘛？啊，我可以讲这个物件哈，都是你一心之念，你到底要不要把法律去保护
被害保护这个被害者，理解被害者的之痛，你要不要还给被害者一个公平正义？民进党政府啊，侯友宜来者，我一定行，我一定和被害者的公平正义一定得到一个伸张。好，咱拄啊讲到治安哈，讲到治安，你定在讲诈骗，对吧？哈，诈骗大家拢气噶，卖讲大家气噶，我嘛气噶呢。观众朋友，趁这个机会嘛爱讲，阿官啊无任何什么 FB 啦、什么社团啦、收会员拢无，所以我嘛气噶，拢互人盗用。问题是啥都无得解决。讲实在，执政党有要做无？有要做，伊嘛知影人民就气的嘛，所以嘛开钱去做。但是问题是，你无得了嘛？为什么无得了？因为这诈骗犯呢，真正是伫国外。因的主机在国外，因的机房在国外，不是在缅甸，就是在柬埔寨，所以就抓不到嘛。所以你上任，要怎解决这个问题？你敢抓有？这种叫做推卸责任。今年到十一月份，35,000件，都比去年较侪呢。打诈越打越多，问题在哪里？你执政党，你到底有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嘛？这是第一个观念哦，啊，你各部会，你到底有要解决无嘛？我提出方案嘛，你有听到无？我来讲啊，今日个车手拢未满18岁就坐啦，这含帮派都有关系啦。帮派未满18岁，我跟他讲一个啦，也拢找遐少年的。少年的嘛，你只要是这个组织内底头家。主要成员，你若吸收未满18岁，你想要袂得个加重其刑1/2，你要做无？这第一嘛，帮派问题上头，帮派进入校园嘛，涉及到校园安全的问题嘛。对，像这高中生至少想要现在囡仔才嚣张，都后边有一挂背后而在老大看来看去嘛。啊，你今仔日啊，这个定落，上加吸收未满18岁，从妨碍身心让他成长过程当回正常嘛，这第一你要解决无嘛？诈骗嘛是同款啊，你要解决无嘛？你加重刑，啊，再来骗子一个关入固嘛？你要怎么？酒哦，搞不好一堆啦，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哈，出高徒我怕哈，拢是3年以下的啦。我讲啊，你骗鬼也十也无啊，你要知影一年损失偌济，你敢知？700亿呢？啊，你袂当讲，大家拢用轻的量刑啊？啊，你啊个，这是足侪人间的道理嘛？哦，所以。你要做这件代志，这不是做袂到，这用一个量刑调整，然后把帮派跟诈骗集团用组织化的方式去做一个思考。你吸收未满18岁，我就给你判较重的嘛，哈。第三，第二项重要，你涉及几个部位嘛，四位发展部嘛，四位发展部，你简讯来，你看嘛，知影迄是诈骗，你得看有啊，别人敢看无？对吧？你要办案嘛，看有，你四位发展部。你嘛是看有啊，你是啊无爱紧甲下架，啊无人警察机关嘛去通知讲啊这诈骗嘞，你紧甲我下架，是啊时间要拖遐久，迄理由一堆啦，吼，过来啦，你 NCC 啦，啊你讲境外计划都拢无在调啦，啊无在调是你要爱要从啥？你无在调，你就知影对境外该登嘛爱登啊，机房插袂掉，我先甲你登啊，你总是会做的嘛，啊你话我不管他讲，迄总是会改的嘛。哦，刷嘞嘞，人头账户有够泛滥的啦。你人头账一而再、再而三的泛滥，你嫌那不爱个加重其刑1/2，这人头账户用一摆，搁还用第二摆，搁还用第三摆，哎，政府你上不爱去改嘞？啊，你监管会你是咧做啥货？大家拢杀来杀去，大家拢讲一句啊，哎，我这个个资保护，我是保护，我都保护，你保护了半天，你是保护了。谁呀、啊？就诈骗集团而已嘛。过来，你利用化的代志，这还蛮有关系啦。因为诈骗嘛，足侪对待了，他们这边来嘛。拢是迭代。你两岸合作的共同打击犯罪，你是不是爱好好去面对这个问题嘛？以前是啊，伫前几年的时阵，诈骗不加猖獗，是两岸在境外机房可以合作嘛？你这个有时候这种先示性的意义的时候，甚至到了东南亚、柬埔寨啦，哈。缅甸啊，这些国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合作嘛？你怕不出来嘛？你完全怕不出来，这才是重点嘛！诈骗是国际化，跟毒品国际化，跟黑帮也慢慢在国际化，赶快的得力嘛！啊，既然市场公有，我讲一下，我来做哈。嘿，咱每样话讲讲的哈，都无一个目标。我跟你计划哦。你做你计，我3年要加减一半嘛。嘿。
我三年我负责诈骗集团减一半。我今仔日讲的提案，你也当去看我做书长，检验我过去。我讲起来，因为所以你讲治安做不好，他要下台。我讲不，一六你也听我的，保证你袂下台。结果伊真正听我的，我甲跨部安怎整合，较重视的治安汇报安怎开，要设立对犯罪是一种轮动，锁定犯罪工具，所有犯罪就可以倒下来。其实我叫伊锁定汽机车事件案，伊专门听我的，所以反正咻一下45倒落来，暴力减四成呢。对对啊，无偌久呢，说无到一年外就减四成，汽机车了减要20-30%，哎，几啊十万台呢？啊，整个犯罪都没有，啊，银行。搁一个银行真简单啦，银行定咧用手，你咧袂记啊？早期啦，你可能较无关心治安啦。我甲讲一招就解决代志啊。我甲讲吼，你从迄录影带吼，拢伫内底录，吼啊伫外口录，这个基本数。对啊。你会记个门盖就好啊，含咧柜台盖就好。柜台本来摆，我顶下加一块窗门，伊个跳你就跳袂过。加一个窗门。加一个透明的窗门，玻璃窗跳袂过，啊，这第一解决跳袂过嘛。第二，靠你靠本事牙签嘛，靠你跳过，靠你压来手好。你要出来，你就莫做迄种的，莫做咧合开的电动门，你炸旋转门。哦。开旋转门。啊，旋转门是。啊，旋转门歹徒会延迟犯罪时间嘛？别拍照。第二吼，伊拢计较保全，保全免他们硬干。到现在，卡侪拢卡底下，伊看伊要走去对。啊，这是有美感的啊。做办案哦，专业和无专业的差距就开尔啦。我还讲正个我来做哈，什么乌金啦、贪污的代志啦、刷的抵押的代志啦，我平常就讲啊，我绝对比人家强更强嘛。啊，我属于分较清楚嘛。我也冇含黑道去什么上酒家啦，对吧？我也未去官商勾结啦。我刷嘞，也袂去喝花酒啦。哎，我要求警察要求个咧偌严的呢？哎，遐人光去喝一个花酒，记大个调职。哎，听讲是因为你无爱饮酒，才着带着你某。我唔是无爱饮酒，带我某。我无爱饮酒是骗人的。我哪讲我无爱饮酒？我是较少饮酒。我看一个报道讲，有一个你家你的岳父啦，哈，丈人食饭的时阵。第一食饭的时阵哦，伊发现讲，哎、欸，你拢无饮酒，啊个人阁故意，就决定要甲查某囝嫁予你啊。我故意是事实啦，我无饮酒是无影啦，吼、哦。即个我伊个真心就是我较无爱饮啦，我啥？不爱饮。我较无爱饮，我有一个原则，因为我是办重大案件，嗯、所以我一叫，我都爱到现场，尸体尸底下啦，大体啦，吼、哦。你爱验迄个大体，看迄个命案现场，看爱访问报案人，还访问附近的人，吼、哦。嗯我一去的时间，一看我拢看过6点钟，啊，我有一个缺点，我啉一杯酒面就红，啊，啊，我一摆已经兴许啉酒，讲起来啊是正常啊，啉啊茫茫嘛正常，去做工课嘛正常，但是我一直嘛啉酒，一点钟内底两点钟未退，啉一杯都未退，啊，我有一工啉未退，带去叫去，啊，过来看到一个家属，出来我甲家属解释案情，伊个家属甲我问一句话尔。我永远都无爱过爱啉酒，就安。伊甲我讲一句话，对袂？啊，你有酒醉无？我无啊。啊，无你面红光光。我讲迄对比啊，才偌疼嘞。人就咧疼，你看现着人面红光光。我从此我爱讲正经，我是拢 stand by 的人，我就无爱啉啦。啊，就要啉吼，伊就接一下，接着接一下，莫我面红起来。我系讲，这就是我的个性，我得爱人讲，咱得爱改。迄个疼，你搁底下看。迄比你较疼呢，所以我是啊看过遐侪电影，现伫我的破案的原动力来自于哪里？我拢把迄个大体、迄个命案的死者当作我家己亲人看。迄个我妹妹去用安尼杀死，迄个我这个囝安尼去用糟蹋死，你要甲破案无？所以我定定办案吼，迄间现场看完了，我定定半暝半，还有时间，我可以收回去。是安讲，人破案的时间也是透早，但伊死是暗时。调查一段时间，我若行开车开过，我就讲见停车，我过去你看。因为有时候经过10年、20年，物换星移，但是有人当时唔敢甲你讲的，时间过了，伊敢讲，别人爱锲而不舍。不管某是来讲啊，对我是怕无好命啦，啥讲无好命？对你无好命啦。早期我一穿，拢藏伫枕头下骹啦。啥物藏伫枕头下骹？一去穿啦。穿哦、喔。系啊。你睏的时穿藏下骹。我穿拢啊藏伫下骹。啊！一个穿啥囥下骹，半暝叫我就出动啊！我是重案啦、啊。啊！你某袂烦恼，讲半暝无拄好去动着。
没啦，一种惯习啊，惯习啊。啊，我惊阮囝甲我蒙掉啦，嘿，啊，我拢放伫枕头下底掉咧啦。啊，我钱拢插伫这个腰内底，含肉粘做伙，你敢知？因为啥粘在这盖咧嘛，人家唔知讲你是行尸插伫钱嘛，唔通互人看出。嘿，啊，当时钱拢插伫内底，拢伫遐等啊。啊，你知影钱是铁的嘛？对。啊，伫遐困伫遐等吼，开始有状况，钱就爱背起来。是。啊！咱有当下是无快，但日头大啦，流汗啦，可背起来时阵连皮嘛翘起来，你敢知？皮？我这规个拢好呢，规个拢一届两届掉伤，啊！你袂掠一个人啦，遐简单。我是拢两个三个去你掠，我咧拢掠死刑犯嘞，伊会甲你拼命咩？大家嘛甲你拼命，你甲摸一拳，伊嘛甲你摸一拳啦。所以规个人内底拢掉伤啊！我几啊届去互头啊，去互枪支拄着咧，脚无死啊！你会当讲一段上救死一生的经验哦。其实救死一生的经验对来讲太一摆。我讲讲一段了，好啊，袂讲啊，暗时十二点哦。我讲一个故事。我有刚去抓一个180几公分汗臭组合，我唔知伊叫什么名。嗯，其实研判一个应该有案关系。嗯，绑架案。绑架案。嘿，我来叫阮同事。以前绑架案是最严重。啊，最严重，绑架案唯一死刑。对。好，我就阮同事讲，咱扛过分配哦，我第一吼。冲去四楼，伊都楼中楼，啊！你甲我过三楼，先我来清楚。所以你的同事在三楼，啊！你一个人哦。整个我人。一个人冲哦。我都无几个人嘛，啊！我就讲，我都嘛一个人来冲去啊，啊！研判尔嘛，我一冲去，啊！就看到迄个，我看应该迄个目标，应该知影一个外号一个叫，伊咧咿呀，我就知啊，迄个是啊，哦，啊！伊咧看到我，我着惊着，看伊也一个穿着惊着，伊就讲啊咿呀，等我伫阿边啊。开始就冲出去啊！咩冲去门口，我家摇啊！啊，穿些运动衫都摇袂掉啊！我通常看我底下迄个叫伊先啊，拼起来，拼起来到伊个三楼，拼起四楼门口都还没抢到，你也唔知，抢到就夹起来。我当时也夹一个枪，结果当时一个枪拍来叫抢去，你也唔知。抢去了，我咧当时就紧张到冒嘞啊！冒嘞了，伊就倒落啊，你也唔知。我当时倒伊个脚。啊，伊本来手头刚有枪。无，伊无穿，伊无穿，警察的穿，警察穿，嗯，啊，伊就甲压伫，我当时压伫裤脚嘛，对，啊，伊歹徒甲压伫伊的身躯顶嘛，手就倒落嘛，我当时较细粒子嘛，啊，伊较大汉嘛，甲夹，啊，我变成我举一个枪，我当甲徛起嚟嘛，啊，开始手甲衫内要甲连要甲扣啊嘛，啊，扣袂落去，太大块哦，迄一，伊毋是大块是。前几国手太有力了呀！就大长了，都大长了，靠袂我嘛。靠袂我，我是讲惨嘛，穿起要臭气啊！你敢不知？哎，伊就开始对阮同事边啊咧开，你敢不知？我讲阮同事真正运气够好诶，伊去穿个保险衫袂去开，你敢不知？所以那有只两公的歹徒啦。就是两公啊不啊歹徒紧张嘛，煞一直开袂出来。我嘛惊讲去要变掉开出来，啊就趴了，伊就死啊。是啊。我当时伫宾馆三明治嘛，我上宾馆，我坐伫身躯。我迄阵想讲，我一枪甲拍好死啊！结果吼，要吊起来时阵吊袂起来，唔敢吊落，是嘛？吊落吼，我想吊下，吊迄个扳机啦，扳机。吊落时阵把怕贯穿打死我同仁嘛，所以我想讲，电影不是有演过吗？用那个枪托可以打头嘛，他就可以昏了吗？而且我们像那个柄是铁跟木头包在一块的，就我就打了几拱嘞啊，拱了伊也袂昏伊啊。电影播的无一定是真的啦。啊，电影播拢假。这个时阵，一边都个开始个唱我一唱，佮对我，佮对我，我佮唱，我爱唱也唱啊。伊即马唱卡无，佮把电个对我啊。我佮手佮六个唱，啊，伊个头对我啊，啊，就一直吊一直吊，我嘛唔知讲啥伊吊袂出来啊。我嘛会紧张讲啊，但是爱吊会出来。无经验啦，无经验。唔是无经验，是唔知讲去伊保险无开啦，我煞拍袂出来。啊，我电吊的时候。我边啊看到安尼袂使啊，拄啊边啊一个领带，吼，一烫手边啊搭落一个领带，我个领带纱咧吼，将手甲箍箍绑。阮老爸虽然叫我抬低抓低的时阵，迄抓低的四只脚啊，我绑我就遐绑，所以我最好用啊绑绑扭起来，啊甲饲条的，啊就一直搁绑另外一只甲绑，再甲绑起来。所以吼，阮这条穿吼，向拄着头壳顶开吼，开无死，开几啊摆，迄种最好命的啦，啊无就无伫家啦。我做遐侪场呢，啊，我唔爱咧穿黄单衣啊，早起都唔爱咧穿黄单衣。迄搞个陈建新靠迄个黄单衣行去穿，我咧基层咧做伊时阵，哪有黄单衣啦？啊，第一是无黄单衣，还是你第一无爱穿？第一无黄单衣啦，第二我也无多穿啦，你要伪装嘛。
你若穿一件黄带，你底下咧看到怎样是警察？对啊，你底下伪装你裸臂啊，穿一件黄带，你敢会看哩？啊，未来咱的警察的设备爱较好咧，对，咱警察的科技设备要强化，所以其实人生吼，我咧讲哦，我拢足感恩足辛苦的。我某甲我承担遮侪年的风险，出去那胖去，倒来算捡到。但什么案件我也不爱甲问，我伊也唔敢问，我也不爱讲。所以搞尾他知影我，所以这代志都唔知影。所以有一天伊搞尾他知是安怎知，你敢知？看报纸。唔是，都 SNG 车电视台，所以我看到电视台 SNG 车，我感觉吼，迄对我来讲伤害足大。以前人知影叫好友谊，唔知我选择什么款。对。有 SNG 车，都我去掠陈静心的代志。嘿。电视就报甲贵个嘛，所以我甲暗时等于催收。我某都唔知讲掠人合作安尼叫做掠人啦。好，看电视才知影。看电视才伊也唔知，所以叫隔壁骂甲要死啊！你要搁出去买菜卖菜，啊恁翁伫电视顶咧烧饼，啊你搁有心情出去买菜？我某讲哪有，我翁去掠人真正常啦。你去等于看卖，一直看。惊着。也惊着哇！原来你掠人是啊，趁一个中间冲入去掠。等于吼，迄半暝啊，等于吼，囡仔咧困，甲叫去房间啦。嘿。门怎关起来？我是讲伊是咧讲啥？伊讲门怎关起来？伊甲我讲了讲，我要问你一个代志，你爱老实讲。你安尼咧拼命的中间吼，你要入，你有想着阮某仔囝无？恁一个囝几个月，一个囝四岁，一个囝十岁，你有想着阮无？你爱老实甲我讲。啊，你安怎甲讲？我嘛甲讲啊，足实在。我甲讲吼，我也想着你，我袂入去啊。哦，这就是你的头路。系我的头路。我某全徛起来，一句话都无讲。我头全行出去，啊门全关起来。我永远记个啊，门全关起来，啊都无插我，全出去客厅家己底下坐足久个。啊，我唔知咩含讲安慰，我去安慰也加安慰个。啊，我明仔载嘛继续爱接啦。尤其迄段时间，伊定定看到我的同事。向开枪拍死，我拢在闪嘛。啊，闪的时间，我那想讲，啊，有一天是不是着我？看到了寡母孤儿底下咧哭，中华民国国旗砍咧，咱怎个上走？安尼，母仔囝还阁活落呢。嗯。啊，有一天我若死，阮母仔囝嘛是安尼啊。我看到我当初伫我头前啊，脑浆将拍人开去，你甲气咧，甲救嘛救袂活。迄个场景都会在我心里啊，不是没有。那我们不会没有痛，很痛嘛。通常你并肩作战，迄当个种兄弟嘛，入战场就用性命交换嘛。所以我这人为什么很诚信的讲，兄弟的性命，咱有法度交换，啥物当交换？诚信上重要。所以这对我来讲，我太太是承担很大的风险，几乎二三十年拢安尼。伊个不爱门外代志，个不爱。虽然他当了一个高阶警官的太太，他从来不过问你办案，也更不会去问。你的什么人事都不会问这些事情，他就默默的支持你安尼念嘛。但是咱讲到底下嘛是爱倒转来问啦吼。有人认为讲郭中心挂阿妈棍的这个命案，是因为你请假，所以才发生这款代志。好，冇这款讲法嘛吼。所以我要借问咧，市长你为什么哈歪死这个新北市长的这个位哈？啊，你得考虑讲你是还是歪死，还是要请假的时阵？你的考虑是啥？好，今天是国民党征召我来参选总统。当然征召一定爱我代言嘛，哈。嗯。我嘛咧做新北市市长。对。我新北市市长做五年了，当然足侪代志我拢已经有解决，但足侪代志卡伫中央我都解决。卡伫中央，唔是新北市问题，是中央很多事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它是分蓝绿的。我讲实在话。真的，一条道路要去，明明都你都爱金华，你甲卡卡卡卡，继续涨起来。今天不做，明天会更贵，就是这样子。嗯，唔是一条，连都市更新嘛该。我问阿准400公顷，伊认为我做袂到，我做到啊，4217间工厂搬沙位，拢无抗争。无人像做一个南铁东移300间尔，大家哀悲叫娘咧，甲你骂啊臭头家啊，我唔骂啦，我做阿做优劣啊，人拢无意见。你也知影400公顷偌大，你敢知？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2.6倍，霞岛1.3倍。啊，霞岛几十年也无解决，我迄50年无解决嘞，我都甲解决啦。
啊，我想我解决了上紧，连笨色山三十年无解决了，我年我就解决啦。我甲伊讲呀，执行力做了吼，后壁咱要甲伊一寡案件上中央核备的，拢不但无爱花，太济惊啦，我拢藏伫心啦。这个我倒觉得我可以接受，啊，中央款嘛，钱也、人力我就算了。我想起是疫情的时阵，迄个我伫电视辩论会，我讲着我内心的话。我要出来选总统，有两个上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一世人保家卫国，国家无安全，其他民国。两岸遮紧张，是啥物武啊？大家囡仔爱上战场，死一条人命，拢是咱的宝贝。国家一旦稳定了，啥物才会有？经济就好得过。我这第一个愿意征召是保卫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家，台湾是我的厝。我是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大汉的。阮老爸是农民，我一世人嘛为国家奉献，我对国家的忠诚度一辈子永不能忘，那是我的责任。国家重于所有的一切，所以我第一个要站出来是这个原因。第二个要站出来就是我看到我头道的施政以外，佮看到疫情政府的无情。若你一防疫都用政治在防疫，我甲你讲正经的，你无甲人民当作人民。我甲你讲加一个口罩爱戴。伊甲骂咧，鬼拢甲骂。健康人不用戴口罩，明明你的口罩无搞嘛，卖讲这个口罩，我讲日进普筛，你都甲动起来，拖呢我，我去行政院院会讲两摆，嘛是用说转来啊，嘛无效啊，啊搞歹呢我，死啊一人才开始要做，是安尼无爱早做，减死一寡啦，足济足济惊啦，我是拢藏住足济名，你拢未记有校正回归的日子，我会记你啦，迄拢太济。我唔是咧算人嘅故事，迄我看到嘅切心，切心到安怎？切心到讲吼，阿罗清德，你万里人，你敢来到新北市行口搞搞？你敢拍一通电话来关心新北市？恁大家拢讲新北市啦，恁有来关心过无？我讲实在话啦，人民，我讲我现在叫做平民，要做一个人民的总统，平民的总统，我都睁开出来，艰苦人出身咧，但是我读者无遐敖。但是我知影讲艰苦人安怎生活，对无？咱艰苦人生活，你爱替伊想嘛？你即马有饭通好食，啊，你爱可怜遐无饭通食一堆呢？一个公庙要分一个米，予大家人摆两公里，你啊得一包米才200块，嘿，日头赤炎炎，为着你200块的米，遐艰苦人遮济，你有看到遐个人无？我大家去叫伊赶到分米的时阵，我讲把目屎咁样流来咧。我甲伊讲，啊，咱政府做工吼，为着200块的米，啊，这人爱伫遐咧摆。我甲伊讲，有当是小代志，才人民来大。但是这甲你是毋是要死？这个新北市长敢有关系？我甲伊讲真叫人吼，我新北市的市长，我一定甲中央做袂到的代志，我来做总统，拢甲解决。新北市要爱啥，我做来行业，我做13年啊嘛，13年我做了120几家公托呢，我做国民运动中心去18间呢。偌清楚，恁做偌济？恁拢我只做偌济？啊，柯文哲，你做啥物货？大家当去比较嘛。我13年啊呢，我含你都只有逐工搬咯，我名字拢叫会出来呢。大家感情拢麻麻麻呢，我定去讲啊，你另外啥我怎甲你解决？我逐工是安尼走啊。我是逐工，因为我透早拢5、6点就出门啊啦。暗时回来12点才有回去啦。我一生哦，我43年哦。我只拢透早，无伊个透，我无咧礼拜六、礼拜天啦。阮某讲陪我看一日电影，伊拢叫我免。是安讲，你定下看一半，你就落跑啊。看一半，你就落跑。我迄阵做警察，拢看一半就落跑啊。虽然电话，哎，我若讲即马做市长，电话接袂完啊。伊讲啊，你规日卖吵啥？我家己点点，我看拢无代志。所以讲，有时候吼，我们这种家庭，我太太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她说你这一生吼，你只有一件事，就是把工作摆在第一，我们都在后面。伊咧安怎大，你嘛唔知道。有当我咧做啥，你嘛唔知道。我互你做啊，伤过放心啊，所以你敢若一直家咧拼你家的代志。啊，事实就是安尼啦。啊，这就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就顾咱这个国家尔嘛，顾人的安全嘛。所以咱就来讲两话，因为未来你有可能做总统啊，总统做总统。啊，总统两话的问题真重要，要怎处理好两话的问题。啊，我听你讲几落摆，你讲要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下来跟对方交流。啊，你听唔到去，我要跟你纠正。咱现在全民最大的共识叫做《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我是学法律的，嗯，一切都在法律基础底下来讲代志。什么共识？对我来讲，拢是伫这个法律之下，尤其根本大法底下。哦、你要谈九二共识，不是不可以，还是在中华民国宪法底下。底下的九二共识，尤其我讲的非常清楚，我反对一国两制，我反对台独，我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这是我不变的立场。所以哈、哦，拿来讲九二共识，我来讲九二共识对我来讲不是一国两制，我是反对一国两制。你要讲啥，拢伫中华民国宪法来开卡来讲，所以免讲。所以哈，卖个九二共识这代志哈，大概民进党大家他们习近平咧唱和嘛，习近平讲一共一国两制，才是九二共识。啊，你真正你个对要怎啊？啊，讲你都无必要的代志，你民进党敢讲污名化嘛？错对话，敢要跟你讲？哎，伊无爱和我讲，你讲可能讲伊无爱和咱讲呢？我总信是咪先讲？是咱这边爱有一个态度，因为咱的九二共识，咱的中华民国宪法，伊都无甲咱承认呐，伊的版本甲咱无共啊。伊版本，伊的版本嘛。对哇，伊的九二共识甲咱九二共识无。咱吼改那个桥头嘛，啊，无共款去放一边嘛。咱吼先来讲啥物，咱就唔是咧讲政治，咱来讲两岸人民互助，人民两岸人民要安居乐业生活。咱来讲宗教嘛，你拜妈祖、拜关公，不是咱家拜关公，嗯，吼、哦。你来讲吼，啊，境外生啊，咱台湾民主自由制度，你来看，你讲无，逐工咧坐台坐台，吼、哦，啊，咱咧坐庄，你来看台湾制度好甲歹嘛？你来嘛，境外生活入来嘛，你关公过来看嘛？哎、欸，咱台湾到遐闹开，惊人入来看，对无？生意大家做来了，感情就较麻嘛，要钱，咱两个来互相赚国际钱嘛。我唔是干咧，佮要靠大陆啦。咱嘛爱行全世界的经济嘛发展嘛，所以我说区域经济啊，咱来行到印度、行到日本、到韩国，甚至到非洲嘛，台湾就是靠飞行变天下嘛。所以咱袂当改看大陆，一直改看经济，咱来看大家降低风险，外资就入来嘛，外资一定入来投资嘛。你家即马举个气压个哈，那小拍鸡啊嘞，炒咩啊人家感觉佫食饱先用啦。但是有当时吼。依赖太深，嘛是有一个问题啦。比如讲，过去咱的沙巴鱼，伊来给咱制作，制作了哦，咱农民就欢喜的嘛，制作有钱通赚嘛，伊马上给你收起来，你就害啊。安尼讲啦，哈，嗯，一个代志针对一个代志讲原因嘛，哈，对。今日咱来讲一个利嘛，这个利一定要有平等、尊严、友善，大家来讲嘛，哈。啥你要给他制作收等，你问题出得对，你一话有争议的话，我们拿到争议。来谈谈嘛，那是经济的问题，就谈经济嘛。唔好讲你讲一条做一条嘛。民进党讲，哎、欸，一化或者糖衣毒药，结果即马当作保药，依赖度嘛35%，遐悬啊，哈、啊！以前讲两岸三通直航的时阵，佮讲到遐歹听，啊，查甫找无工，查某找无翁，咱今日去乌龙江，啊，即马有无？咱互相大家在尊重的中间，找出咱家己爱行的路，所以。你爱去对话，爱交流嘛？啊，你讲要变到以前迄个时阵，无可能啊啦！只要两岸这个剑拔弩张这状况，先把温度降下来嘛。拜托，你战机卖来，你客机来嘛，咱炒出好的商机嘛。台湾是爱变下经济，稳定了，咱就变下经济嘛。咱两岸，哈，这从学者啦，从那个这个民间交流开始了，再等下来讲咱两岸共同合作打击犯罪司法协议嘛。啊，再来讲整个经济贸易，咱要在监督底下，咱有两岸协议监督底下好过，在监督底下安怎紧来做这件代志嘛？所以咱考虑是两岸卖战争相中的是咱的两岸人民、两岸人民，大家当拢有一当创造更好的安居乐业、共荣的环境嘛。